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セイパカク、シャオシチャンネルを見ると知識を得る。早くセイパカク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。金爸爸首款打開 LINE 零秒開機台。阿泰，我等一下开这一台，等一下你拍一下这一台，然后开再带你去出去玩，好不好？我们去开这个去 Porsche 那 Porsche 保时捷新车公司，给他开进去停车场停着，好不好？看会不会怎样？我本来是想要穿拖鞋的，蓝白拖的，用陈大哥的样子。假公应该是 Porsche 耶，哇哦，那种感觉有没有？我们等一下开这个带你去保时捷看新车，如果这个态度表现良好，我们就给他定下去。你看我今天穿这个。阿姨我不想努力了，阿姨我不想努力了，阿姨我不想努力了，阿姨是得路。你可以去。走，带你去看新车。因为我是阿姨吗？不是，你是妹妹。你是另外一首歌不一样，只是干妹妹，刚认识的干妹妹。两个要去看新车，然后又要找我去。不然谁拍？你讲会话。不然谁拍？他的意思是说叫我拍，还是要拿着？我们今天要去看新车咯。土豪的一天吗？还要走路有没有？好啦，走啦走啦走啦，先去了，有没有？你看这个雨刷都已经这样了，有没有？好，重点是你看深深，好不好？这都凹进去了。好，开口笑。等一下我们一直开到会这样。我们可能开到一半要减慢嘛。这边也都烂了。有啦，这台还是比我们那台 T 打好一点啦。那我们出发去 Porsche 的新车展示中心。阿姨我不想努力了，阿姨我不想。定起来定起来，热狗我跟你讲，发的他寄给我的。好不好？走，出发。老板娘坐这车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啊。你不是那种势利的女人吗？不是，我超爱这台车。屁耶，这是什么车你就知道了。走咯。其实很好开耶。不错，我快睡着了。对对啊，里面都挺 Porsche， 我们把它开进去。开了，好丢脸了，感觉很赤裸哎。对啊，我就好丢脸了，老板。大陆不是很多都这样。我有点后悔了，你以为是说那个大陆干片哦，抖音那个哦。所以我们去试 S 店。有在做 S 的。哈哈哈哈哈。进去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我帮你开门。开门了耶！哇，他没有排挤你耶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有约要来看车。等一下，进去左边找位置。好，哪位同仁？邱朝伟。朝伟，进去左边。但你有看到他一副很纳闷的样子。被你手掌说了。他的脸一副就是很纳闷，他想说这个车进来干什么？不过不错，他还有帮我开门呢。对啊，他没有不让你进来耶，算还蛮有礼貌的。你看这附近是什么车？我跟你讲，下车我不锁了，这不用锁门。这钥匙留车上。钥匙插要不要？钥匙插着啦。不是啊，你都没有问我来这边干嘛？你不是要来买车吗？有。我跟你讲，男人对不对？晚上表现得好，什么事都没关系，知道吗？走。你刚才有没有翻白眼？没有，没有翻白眼。超伟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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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故事是这样的，因为现在保时捷的车随便订都要等一年以上。是哦，对，所以我想说干脆就是先定，有没有？到时候一年以后我们的玛莎拉蒂满一年也卖掉了，然后 BMW 端午节就到期就要卖掉了。玛莎拉蒂不是半年要卖吗？玛莎拉蒂一年啊，半年贷款都还没缴完，你写半年贷款还缴不完呢。好，然后等一下要看那台车，你知道我是受谁启发的吗？阿呆，陈百祥，他开那个载阿布，有没有？你要载阿布，所以
对不对？我们有比我们有补阿布差吗？没没没，不要。来来来来来，不要乱拍。来，你遮胸部干什么？你是靠这个吃饭的吗？是不是需要一台车？好不好？那我带你去看我要看的那台车，就是这个吧。这个是4S。对对，它有两种，一种是屁股是这样，这很像保时捷的那个传统的屁股，那一种是这种。哦。然后我想要买这种。这个后车厢盖是从这边。你很喜欢先备车。你那么会撞东西。哇，不错哎。还可以吧？不错哎。这玫瑰金的，你觉得颜色如何？可以塞两个尸体。塞不下，那折。你要不要坐看看？哦，它这个是会自己，对不对？它会翻起来。哇，感觉有点难坐。硬吗？会很硬吗？还蛮硬的。它屁股是斜的，应该可以把它调上面一点。啊，不行，我比我想象中还要高了，因为我以为保时捷都很低，然后就很低底盘的之类的。哎，对，这是电动车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是哦，这是电动车。可我觉得它这椅子啊，就调成这个角度啊，跟平常坐 B&W 差不多哎。哎，加两个，有点少。门呢？门没有了，那个是被夹。哦，可以哦，好像可以哦，跟斜斜的。哦，看完了，我等一下去问这个，让他介绍一下，跟我们介绍一下。一般现在我们这个先备款是，假设是四的话，对，大概现在目前要等多久？目前预计排单哦，大概要14个月到15个月。哦，差一年多。然后四 S 跟四它的差异是在哪？其实最主要的话就是差在它的这个马力比较大。马力基本上多了100匹马力，然后再者就是说 4S 跟4中间其实差了一个30万的奢侈税，其实两台车的差距其实没有到差很多。嗯，我们现在2022年市是411万，对，泰港4S 是490，其实相中间的差距大概将近80万。对，那其实中间砍掉30万的奢侈税，其实两台车才差50万的一个差距而已，差异并不大。我们都跟客人建议说，如果泰港4你会选配很多东西的话，其实建议你一开始就可以锁定买泰港 4S。可是 4S 不是还是会再选？才会再选，但是它4S中间已经没有奢侈税的差异了。嗯，你有些选配，比如说像加大轮圈，对，其实轮圈的差异就出来了。对，所以感觉还是看客人的本身的需求性。所以有时候选一选，可能还是会超过490。对，其实随便选大概都在500、520、530哦。那它的那个续航里程的话，对，都一样吗？其实两台车差1公里左右而已。WLTP 最强最能开的，大概可以开到476，就是最会开，也了不起就开到大概400多公里。这样以台湾走走停停比较多，那红绿灯也多的情况之下，以我们的试乘车实测，大概可以跑到400到410几，很合乎正常的一个使用方式。来，这边有充电桩。那标准配的配置里面这个充电桩呢，它有配给我们安装，就是从家里的停车位的这个电表来去拉一个电线，拉到你停车位上面。所以底座这边是本身附的，那外壳是另外买的。好，这个外壳是给你缠绕这个电线，这是另外买的。然后因为有的人喜欢这个 Porsche 的亚克力板，对，就是另外再购这样。那标准的线你就不用再买了，标准的线一定是使用够的。它这个跟特斯拉的那个头是不是要用转接器？对不对？是 Tesla 需要转接器来转接 CCS One 的头，两个的头刚好是世界上刚好不一样。目前就是美规 Tesla 用自己的 CCS Two， 那其他品牌全部都是惯用 CCS One， 主要差异就差在这个接头，就是接头位置不太一样。哦，那最主要是外面的快充也没办法充 Tesla 的快充。那目前坊间蛮多有一些快充站，其实它慢慢有在扩充快充的部分。我们外面有4支充电站，那是快充。你们刚停车的时候应该有看到，那个是属于直流的快充 ，AC 交流电的快充，现在最多大概来到17.6千瓦的一个充电小时，其实算蛮快的。如果以我们正常来说，93.4千瓦就是目前Taycan最高的一个充电规格，17.6千瓦小时，大概只要充6个小时，哦，6到7个小时就会完全充满。所以正常我们希望你们停留在快充站的时间，大概都是1个小时左右了。像这个一般的话，它选配大概是多少钱？对，配车会来一个标准的，就是没有萤幕的那一种版本。标准配备跟这个差异最大差异差在这个中央萤幕而已。对，面板。对，我们标准的只有灯号显示，只有红黄绿的三个颜色的显示。这个壳是26500，里面这个是68900。这个是 Mobile Charger Command， 它有互联驾驶的充电功能。那基本上就看你们充电的位置有没有需要能够上网的功能。哇，有附充电桩。对。椅子的话，这个选到18项座椅，那它标准配其实是一个8项的座椅，
椅子的造型相当接近的，等一下可以看看我们四乘车有一些差别。那两台车刚好摆在一起，等一下也可以让你们做一些感受这样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试驾一下？对对对，你有没有觉得很高级的感觉？觉得快睡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温度很刚好，在旁边想度孤。我还想要买电动车吗？还是爬哪边啦？电动车。为什么？未来的趋势。你跟我谈未来。这个就是有屁股的。嗯？这有这个有屁股啊。我觉得斜线比较好看。你觉得这比较好看吗？阿丹，你觉得哪里比较好看？我选掀背的。我是觉得那比较特别。我是觉得那很像魏许之类的。这样好吗？对，要不要这样好吗？我跟你讲哦，我刚出来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它这个很难看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就好像眼睛下面又多了一个什么小，你知道吗？セーパカク、シャオシチャンネルを見ると知識を得る。早くセーパカク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。金爸爸，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这你说这台是左边是 Taycan 4的 CT， 那右边是 Taycan 4S 的 CT。哦，那两台车都有一些些微的选配上的不一样。以车头来看 ，4S 有选配我们冰蓝色的这个冰川蓝的头灯。冰川蓝的头灯。左边的头灯是标准的 LED 头灯而已。哦，标准。哦，这么细耶。对，两台车选的都有一些不太一样。那这个铝圈的部分，它原本的样子是？原本的样子其实很接近我们蜡灰色这一台，就这一台。对。哦，这是它原本标准。对。然后这个是20选配的。这个也是20。这是选配20。对，都是选过的。对对，那两台都有选全景玻璃车顶，这台多了这个车顶行李架。对，那再来看往后边来看，它是有选这个镂空型的 B 柱，对，这个 B 柱上次试乘的时候破掉了，哦，不小心被客人弄到了。对，那以后方来看的话，其实他就选了这个冰川蓝的尾灯啊，跟连尾灯也有冰川蓝，对，尾灯有冰川，那这台就没有选，这台是标准的。哦，这个也选18项座椅，这个是 4 嘛，哈，对，这个台是Taycan 4，认不太出来，认不阿戴认出来，其实看不太出来。那这个是标准的座椅Taycan 4S， 这台是标准8项座椅，所以你要看比较接近的应该是Taycan 4S 这台的内装，八项跟十八项。老板要坐这椅子看，这是原装不选配的椅子，标准的八项，这就是标准的八项，对，这是标准八项座椅，可以调。它就是只能调上下前后跟椅背。你会觉得椅子很短？会。我坐最体质。这台有选的就是跑车骑士套件，我们仪表板上面的时钟。哦，有，哦，对啊。哎，这样就可以到底了。可恶，怎么有种要花钱的感觉？很微妙的差距。对啊，就是腿可以放到底，不能放到底。好了，那我们去试开哦。我们要感受Taycan 4还是Taycan 4S？ 4就可以。4就可以了。对，先试试。好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就像它电动的方向盘是选的吗？跟着14项或18项座椅会有配成电动方向盘，但是目前因为其实电子晶圆件有一些元件的关系，对，有时候会没有配电动方向盘哦。所以这个是，就是如果在 P 档的状况下，可以开启前后车厢，然后也可以看到电量回馈。哦，有，它有回馈。对对对。76% 可以开312，然后没有手刹车，手刹车自动解除的。那你打 P 档，它自己也会自动拉手刹车。哦，所以现在是没有手刹车。它有那个停车的后的吗？有停车的后的，跟宾士的踩法是一样的，它就是踩到底。对，停下来之后再往下踩深放开这样。哦，对，那它这个有那个声浪模拟的吗？有，这台也有声浪模拟，最下面那个电动跑车音效，你把它打开就可以了。开启，好，哦，打开就有声音了。这个声音是我们自己听得到而已。其实外面也听得到，外面也听得到。对，你在 Costco 买东西就听得到后面有声音，这样就知道有车这样。嗯，有些车是常常被一些日系车会吓到，因为它没有声音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它没有声音。那以Taycan来讲，你有选配跑车音效，其实是蛮值得的。哦，这个也是选的。对，这选配。OK， 电子避震也是选的。它本来就配了，本来就是电子。对，Taycan 的 Cross Turismo 本来就是电子，而且在气压悬吊，还可以抬高跟降低，还可以足供我们去做一些轻度越野。它的那个range是大概多？最高可以到达3公分这样。哦，就是高跟低差3公分。对对对，这样是有声音的。对，然后随着油门，对，油门踩它越大声这样。有没有那捷运的感觉？哎呀，太空船的感受了。那我把它关掉，我们试一下原本没声音的，好不好？对。它的跟车是什么样？哪一种类型的？
哎，基本上没有办法像到达这个 Tesla 这样， Tesla 已经来到 Autopilot， 那目前 Porsche 跟其他品牌大概属于半自动驾驶，可以做到跟前车定速又定距来前进，最多可以跟到零为止，那跟着零，然后走走停停，走走停停可以做到。但如果办法像 Tesla 这样转弯辅助啦，然后下交流道，目前 Taycan 是没办法做到。那它有自中维持，可以自中维持，动能回收关闭，动能回收打开就是会有那个降档的感觉，对对对，比较像 Tesla 这样。所以它的盲点也是选的，对，盲点也是选的。好，它有跟什么一起 package 吗？没有没有，它就是单独就是盲点，对，单独可以选车道变换的辅助系统，反正就很多东西可以选。阿呆说他选一选600万，阿呆自己哦650，对啊，他自己在网络上选。哎，我上次自己选也才选500而已，500哈，你他妈你比我还大方哎哈，大手笔。弹琴什么都要，点又不用钱。没有，我是很认真的，是考量说我觉得有用的东西我才点，我不是像阿呆这种妈的不用钱的一直勾。过坑洞让你感受一下。吗要用手机才知道为什么哦，因为都要用手机哦，会不会想吐，所以一年之后才会再拍，对，他们一年之后然后我们都改变带我带下一个来哎、欸、这样残酷，这样前后不联系很残酷哎、欸、残酷舞台，说今年拍的人都还了他大家都已经离职了、哦、可是你不要看人晃一晃一年就过了，他们好细哦、喔欸！其实你说很安静，我觉得好像也没有，也没有，对不对？嗯，没有，就是还是有一点运转的声音在。对，對啊、会有电马达运作的声音。对，它感觉还是一个就是有生命的东西。所以它的自动刹停也是跟着那个 ACC 一起的，对，一起做动。所以如果没有选的话，就是也不会有自动刹停。对对，因为它的 AEB 就是所谓的 City Safe， 就跟在市区内，比如说像时速30-40公里才有作动、嗯哦、这个是 AEB 的部分，跟 ACC 就没有关系了。嗯嗯，所以 AEB 原本就有，对， AEB 原本就有了。对，现在一些市区的这种安全防护系统大家各家应该都标配了。嗯嗯，我觉得看手机不会晕耶、欸、真的假的？嗯，刚刚看了一下还好。那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也没有呢、欸、啊，就没有像开电动车的感觉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可能之前电动车只开过那些嘛，利夫啊、特斯拉，它那个开起来就很像高尔夫球车，很像，对，很像 Bucky Car， 对，对。然后这个开起来，认真讲，你没跟我讲是电动车，有啦，有时候听到那那个电机的声音是判别的出来，可是它开起来比较接近我们普通的时候常在开这些汽油车，就比较有开车的感觉，不知道到底是差在哪。没错，这就是保时捷坐车厉害的地方。那这个开起来比较接近汽油车，我觉得是有行路质感的啦。对对，路感很好了。对，它是有行路质感。它原本配的胎，它是现在的那种静音胎嘛？对对。刚312，开到这边309，那你觉得坐起来怎样？蛮舒服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后面是标准三座。它其实是标准两座，中间这一座是选配的，哦，是选座的，没有选，中间是一个洞，是一个凹槽这样，就跟那个 Panamera 那个一样，是不是？对对 ，Panamera 2+1，对，没关系，我们不用。它有声音就是这样。其实它加速没有想象，还是我没踩到底，其实很 smooth 啦。对，它没有那种就是你平常喜欢在高速公路那边冲的感觉，应该也是有啦。我觉得心脏很平稳。我喜欢这个。现在开慢一点才可以买啊！你是笨蛋吗？我现在这边冲冲冲，我还能买。试车的时候一定乖乖开啊！没有，这别人的车你也不可能这样开。等到变自己老婆的时候才可以。对啊，你爱怎么开怎么开。没有，这感觉很尴尬，因为本人在这里。为什么你没事要自己开车？有办法、啊？你要开我就上车了。这模拟上听久有点。有点吵，对，先把它关掉。而且还以为自己在开捷运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剩294，我们刚刚是312嘛。我们在行驶中应该不会误牌，对不对？应该要保护装置。对对对，他是不理你吗？还不理你，对。欸、我们的车还在，还没被偷走。偷我的车？嗯。哎、欸，我刚
看它有一点往回退，它应该在斜坡上面是不会后滑的。不会不会，你这个就是个有四轮传动。斜影是原本的吗？标准做倒车而已，这个环景是选配的。哦，标准倒车，这个是有环景。对对，这个环景是选配的。然后我们把它盘到按 P， 还得按下去就可以了。哦，自动手刹车自己自动拉手刹车，对对对，哎，回来了。你要挑战不选是不是？我觉得你一脸就是想要挑战不选东西的表情。哎，开这车没有全景天窗也很逊呢。你就没选，你这处在黑暗里面的人，我是光明的阳光 sunny boy。对啊，全景天窗哎，会晒黑。好细啊哇！烂了啊，烂了，完蛋了！好啦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去研究一下这个订车的事宜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再讨论。订车当下就要是要决定说我的选配是要什么？没有，配套可以再选，对不对？对，配套再选。哦，那可以啊，那就是先订嘛。对，然后要不要配再说。好，那我们就接下来。好。例如像比如说假设的这个跟车11万，电动椅。14或18的电动椅，14项呢？14项的话，大概加将近9万块。好，电动椅先不用。然后那个全景天窗，全景天窗也要大概13万。全景天窗它是有附遮阳帘吗？没有遮阳帘哦，所以它就是全空、哦。对，像我们刚刚那样子，没有遮阳帘，应该不要对不对？有点热。好，那个不要选行李架呢？行李架36000。哎、欸，这样没多少钱啊，我还会选什么？跑车计时套件。跑车套件大概要8万。啊，颜色呢？看颜色，这个颜色大概7万多。好了，我们也没什么好选了。那他在到底选什么？对啊，你选什么？冰蓝的灯，后面冰蓝。冰川蓝尾灯。然后红内装。哦，红红色内装，内装很贵哦。还有什么？内装很贵，对。内装的金丝坠。那个四条很贵吗？哎、欸，3万多。气氛灯。车灯没有，那个车门贴纸。车门贴纸。开口。车门下面的贴纸。那比较少人选，但个人喜好啦，个人喜好，有人喜欢的，有人喜欢。好，我决定了。False，False啦。False，我觉得你开不到这么快。不是，你要想要以后。以后怎样？你要卖的时候 ，False 价钱会比较好。会吗？一定会，好不好？因为 False 含奢侈税在里面做计算。对。对，这个四大哥应该很了解。对，因为差50万，差100匹，到时候卖一定有差。那随便拿，一年之后也不一定是我。你真的是抱持了这种想法吗？对，好 ，Forest， 30万定金，要放在那边一年。我们是保时捷，我光收这个定金啊，收一大堆，放在银行里面领利息就很爽了。我就觉得你在说叠加的。你说 Cybertruck 吗？那我有定哦。哎，好了，搞定了，在这边订单，好吧？这个是邱朝伟。是，謝謝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我们这个是要算什么所？内湖所。对对对，在石潭路88号。88号，对，好不好？来可以直接找他。哎、欸，这看好不呢啊，这应该没什么折价的问题啊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他先去忙了，我们等一下自己慢慢做结尾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拍我们两个很落寞去开那台车，拿着保时捷订单，然后去开那个车的门。订完了，哎、欸、，App Cybertruck 的那个只是个误会啦，反正他也不知道排多久。我想说3000块先订一订，要不然等一下网友说哇，小事让我啊，哇，一直订一直订哈，会不会？好啦、啊、反正这个要等14个月以上嘛，那我们就等了。反正到时候 BMW 也没了，玛莎拉蒂也没了，你看两台车钱加起来就跟这台差不多。哦，没有，这台还再贵一点。我本来想说两台车加起来钱应该差不多，290加180是多少？470，还是差一点。期待我们。哦，不是明年哦，是后年了。期待我们后年可以再升级一点点，从两台加起来400多变成500多这样，两年升级一点点这样。好啦，那这个下一次分享就是，如果15个月后小师汽车生活频道还在的话，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交车了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没有问他哦，说如果排到以后我没钱怎么办？那定金可不可以还我？应该是可以还啦、啊、因为。那么多人抢，对，一定那么多人在等，后面往前拉，超开心的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所以应该是可以，所以我们就先定再讲。反正如果等到了、啊，然后如果我们也破产，然后反正也没钱啊，没钱交了，30万还我，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我们有30万可以花，本来没钱的，就当存钱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喜欢影片，订阅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订车就是开心，开 Tesla 订保时捷就是开心。
新车公司给他开进去停车场停着，看会怎样？会被赶出来吗？哎、欸，还没，什么时候啦？等我阿姨的时候。哦，你要阿姨、啊？我要阿姨。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。阿姨是得路，你可以去。哎，那个在阿布有没有？所以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比阿布差吗？没，比阿布。来，你遮胸部干什么？你是靠这个吃饭的吗？就远一点，开全身，翻全身哈。我们有没有差？对不对？可以的话，哎、欸，我们这个跳舞也是 OK 的。我跟你讲，你跳那个 dinosaur 那个，给阿呆先接呢。等一下我撞到是你朋友。对。阿呆说：“那我可以开吗？”可以啊，要不要？你买我再开。你确定我会接你？セイパ格シャオシチャンネルを見ると知識を得る。早くセイパ格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。金爸爸。收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。